1919年初，在《新青年》杂志上，他提出了德先生与赛先生，也就是民主与科学，作为对抗传统文化与守旧势力的两大武器。然而，口号要如何落实为实践道路？整整一个世纪的中国人前仆后继地在寻找解答。孙中山他革命，他就想用，只是用革命手段，好不好？就他基本上想在中国建立一个西方式的民主体制，这他的关心是民主，知道说，哎，你要让国家强，首先要改变体制，要让中国建立西方式的民主体制。那怎么建立西方式的民主体制呢？他也很多失败经验，袁世凯还有然后军阀这个割据，你要在一个中国那个地方建立一个民主体制，也不是那么简单啊。这才是开始碰到运动者真的实际的问题啊。你不是一个目标，不是一个理想而已，过程非常重要，手段非常重要。在西方的发展史上，民主是一个大家接受的价值。这个价值在开始的时候，自由主义者还很怀疑，但是基本上慢慢大家都接受了，民主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这个取得权力之后，这个民主的性质是什么？它是由谁来组成的？怎么样组成？这个的确有法国式的、卢梭式的跟美国式的所谓联邦党人文集式的那种两个不同的取向。美国式的民主强调人民的意志一定要经过议会、选举、舆论的讨论，这些中介的机制来慢慢形成，就强调人民的意志并不是这个国家这个政治体里面唯一的力量，另外还有一些力量在那边足以限制它。这个限制最重要就是法律、法治，法律有独立于人民意志的一个地位。另外一种卢梭式的，就是假定人民的意志已经在那里。卢梭认为说，人民就是有他这个意志，他所谓的公义或者 general will。 那他说，如果我们今天透过这些机制所形成的意志，那个只能叫做所有人的意志，但是那个所有人的意志不等于人民的意志，因为人民是意志，人民是一个整体。所以在英文里面的话，卢梭那套想法会分成说，人民的意志叫做 general will， 所有人的意志叫做 the will of all。 在卢梭的这套想法里面，法律就是表达了人民的意志，所以法律不可能回来牵制或者是违反人民的意志。中国人一直比较接近于卢梭式的民主理念。如果回到19世纪末，至少回到梁启超，对于他而言的话，民主的典型是法国式的。那陈独秀跟胡适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我不觉得在早期的时候他们想到过这些问题。相较于其他的中国知识分子，胡适呢，作为一个留学生，他在美国所获得的一个民主经验呢，是他日后论证议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的一个资源。和其他的知识分子相比较呢，胡适对于美国式民主的那一套游戏规则，有着亲切的第一手的一个体会。好比说，当美国总统大选开票的时候，胡适会跑到纽约 Times Square 时代广场上面去看那个时候的一个投票的一个结果。那么胡适呢，当他还是一个大学生，在康奈尔大学的时候呢，他会参加政民大会，那么学校里面呢有关于政党的一个辩论呢，他这样的一个辩论会他也会去参加。也就是说，跟其他的知识分子相较，胡适个人的一个民主经验呢，那么可能是其他知识分子呢，他们在思考中国的政治实际运作的时候呢，所没有得到的这样的一个资源。陈独秀当然也有留学的经验，可是呢，跟胡适相对照之下，他是否有过像胡适这样亲切的第一手的一个民主经验呢？那很值得怀疑。
在德先生的概念上，他与胡适恰恰形成法国路线与美国路线的差异。但是在这中国民主的幼儿阶段，或许两人都还未意识到德先生的这两个截然不同的面相，也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差异对于两人未来的命运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另外一个呢，美国革命是以个人主义作为出发点，法国革命呢，到了雅各宾专政那个，它是集体主义作为出发点的。那么你从个人主义就是走到个人自由、个人权利这个东西，所以他就不能够接受你要来改造我，我要被改造。美国革命的时候，他面对的是一个新社会。那个新社会基本上没有欧洲的所谓老世界、旧世界的原来的社会关系，没有移到美洲大陆，所以没有什么封建贵族，土地制度、雇佣制度、权力制度、司法制度都没有受到一个封建体制的影响。另外一方面，美国是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家，就是它没有一个原来的教会系统在那边控制。可是在法国的革命里面，他最重要的就是面对这两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把原来教会天主教会在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打掉，另外一方面是要把原来的封建体制、贵族体制打掉。那这两个都是属于社会关系，都不是政治关系。所以历史条件不一样，法国革命一定是一场社会革命，英美的革命是一场政治革命而已。那现在我回来看说在俄国的革命，那当然那是一场社会革命。那这场社会革命要去推翻原来的沙皇体制，要去推翻白俄的贵族体制，原来的地主阶级啊等等等等，那一定需要一个新起的农民阶级或者工人阶级。但是在苏联这两个事情都没有做得很好。我觉得在苏联那是一场有社会革命的名义达成的政治革命，但是因为那个社会力量是整个是虚弱的，所以政治力量转过来控制了整个社会。德先生、赛先生的口号深深影响了往后一个世纪的政治与文化进程。直到今天，他所创立的共产党对这两个口号依然是又爱又怕。2010年，一个纪念陈独秀的书画展上，科学与民主的横幅被悄悄移到不显眼的角落。所以民主毫无疑问是陈独秀先生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就是很清楚的。其实在陈独秀的晚年，他都看不到这样的民主体制可以在中国实现，一报社会主义革命也是让他失望的。好，社会主义民主，他说民主是没有阶级性的，一直强调这一点。当时就是对现行体制的批判，无论对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啊，包括对国民党。所以事实上我个人认为，就他那个主张不是一个学术的主张，也不是一般学者的文章，就是对当时体制的批判，这个还是要勇气的。后来的共产党无法容忍他，一如20世纪初的保守派也不能忍受他狂妄激烈的反传统姿态。1919年，他面对人生最关键的转折。3月间，保守派借着他在八大胡同嫖妓事件的曝光，把他从北大文科学长的位子上拉下来。日本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嫖娼都是常事，包括胡适也嫖娼，他是去了又不留名字就是了，是啊。但是陈独秀的印象大，大家都那个，
所以呢，这样的就容不了他，就这样子的。当时教授嫖妓不是非常受到社会这个反对的事情，好像还认为是一种这个风流韵事，特别是北大的传统是这样的，北大的学生老师和这个政府的官员和这些名士们到八大胡同，这个是习以为常的。但是呢，在当时陈独秀这个事情是反对这个新文化运动的这一批人呢，想着办法要把陈独秀搞掉，因此呢把这个事情渲染得非常厉害啊，很多这个细节叫人家不堪入目啊，这样的话就给北大施加压力，给蔡元培施加压力啊，蔡元培在这种情况下就提前说撤销学科的这个机构人选，借着这个机会实际上就把陈独秀解除了。但是陈独秀对这个事情我想他并不是看得非常重。多年之后，胡适回忆他这个朋友在1919年的人生转折，不禁感叹。胡适说，倘若陈独秀一直留在北大，生活在那批信奉自由主义的老朋友中间，是不会严重思想左倾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陈独秀如不离开北大，后面的事情便都不会发生。倘仍是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应当不会去独自散发传单，即使去散发传单，以北大文科学长的身份恐怕也不会轻易被捕，即使被捕了，出狱后仍可回到北大。因此离开北大是陈独秀个人人生道路的大转折，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现代历史的大转折。胡适呢，他一直认为新文化运动应该是一个思想文化运动，而不应该是一个政治运动。那么所以胡适会有这一番感慨呢，就是他发现了曾经跟他并肩作战的陈独秀到最后放弃了思想文化战线的工作，转而实际投身在实际的政治工作上面的时候，这个陈独秀呢让胡适呢会有这样一番感慨。那么到了晚年，胡适他对这一方面呢有更进一步的一个发挥，乃至于他把五四运动看成了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觉得其实是跟陈独秀呢面对着整个中国的一个处境呢越来越黑暗，那么他自己认为在军阀统治之下的中国呢，只有走上政治的实际干政治的这条道路呢才有出路，那么这种思想越趋激进化的一个结果呢，当然让陈独秀呢从此跟学术跟文化思想活动呢距离越来越遥远，走上了一个实际从事政治的一个活动。就在这个多事的春天，五四运动爆发了。一次大战以德国战败告终，西方列强在法国的巴黎和会当中以19世纪的方式解决20世纪的问题，埋下了下一次大战的伏笔。而列强同意将德国在中国占有的青岛让渡给日本，消息传回，引发群情激愤。1919年5月4日这一天，北京的大学生走上街头抗议北洋政府在面对列强分赃时的懦弱表现，并且跟军警发生冲突。这一场以爱国主义为名的运动席卷全中国。6月5日，上海60000人罢工罢市，长达5天，声援北京学生，全城陷于瘫痪。这迫使北洋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并拒绝签署《凡尔赛合约》。
就在此刻，他发表了著名的《研究室与监狱》。世界闻名的法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这篇杂感短短84个字，却预示了他一生的命运。这个研究室和监狱，就有一种暗示，他要动作。此文发表隔天，他随即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号召在北京的学生、商人、劳工与军人进一步采取直接行动，以图政治的根本改造。公理战胜强权，平民征服政府。在这个情况下，陈独秀也就采取了模仿学生的过激的行为。6月10号，领着胡适、王兴勇啊，他们6个人到中山公园的茶馆，每个人的位置上都放了一张传单，这是6个人去。第二天，又是几个人到了新世界。6月11日傍晚，他来到新世界百货顶楼，向着楼下观看露天电影的群众撒下传单。埋伏在一旁的政府暗探立即上前将他逮捕。这是他第二次被捕，坐了3个月牢。然而这第二次坐牢却是他再一次蜕变觉悟的关键转折点。最重要的是，他确认了自己所追求的新人类究竟何在。出狱之后，他在写给友人的白话诗中提到，我不会做屋，我的弟兄们造给我住，我不会缝衣，我的衣是姐妹们做的，我不会种田，弟兄们做米给我吃，我走路太慢，弟兄们造了车船把我送到远方。经历1919年的动荡波折，他已经准备接受1917年苏联革命成功的指引，投入基层工农民众的启蒙与组织。而不是像大他13岁的孙中山专注于上层政治结构进行军事斗争，也不是像小他12岁的胡适以学者的姿态监督宪政民主的落实。不，中国知识分子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的观念怎么能够变为现实，我过去是通过科举制，对不对？现在科举制不但没有了，而且我也不喜欢科举制这一套东西，你在他们写的东西他没有明确的说，但是你看他们最终的这个价值的取向，一个是法国大革命，他们喜欢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是从他们角度来看什么，知识分子组织大众改变社会。俄国革命为什么成功，说到底也是这个。那我做的意思就是说，俄国十月革命实际上也告诉了陈独秀，告诉了李大钊，也告诉了更有野心但是找不到把他们的野心、把他们政治理想付诸现实的，像毛泽东、蔡和森这样的一些人。
他中心就是说布尔什维克成功了。一百多年来，从卢梭、法国大革命、雅各宾党、巴黎公社、马克思到苏联共产革命，以鼓动人民觉悟、追求基层民主、创造新人类、建立新社会，这是他所认定的德先生的系谱。然而，他会像罗伯斯庇尔或列宁一样，成为一个追求暴力革命的德先生吗？1920年农历年前，被北洋政府严密监控的他，在李大钊等人的掩护下，趁夜色悄悄出京，由天津搭上前往上海的轮船。一个新的时代正在不远处等着他。